较又迟到了。熊晨，起床了，快点！啊！妈，我制服嘞！上上上上上！啊！我要穿鞋子。湿湿的，没太多味道。哎，还不掉，随便。知道了。滚。好啦。那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早上第一堂课是什么啊？肚子很饿。你妈没有给你弄早餐啊？数学课啊。我看我们路边停一下，我们买个早餐好不好？爸，我快迟到了，你要开快一点。哎呦，谁叫你昨天晚上都不睡觉，现在才起床，难怪会迟到啊。
师，其为祸也，周不解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会有老师指导，老师是来传授道理、讲授学。正吗？要正道了。不是啊，这我觉得这个蛮奇怪的。怎么样？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所。高同学，怎么了吗？老师，抽屉的东西拿出来。好。散文的代表作，他后期的散文文字更加洗练成熟。你干什么？怎么在睡觉？站起来！翻开第四课咯，哇，这化学课真的好无聊哦。
对啊，我赶快打撞球啦。哦，这不跳，对不起我自己啊，受不了。哦、我没教官耶、欸、等一下你们才校课啊、哦、对不起快点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点慢点快点啊他不踩我慢他不找厉害帮我加书包哎、欸、哇好对走喽走喽走好HD 没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会，我们下周正好祷告好了。哦。主耶稣。这样的断口，更多的交给你。阿门。没有脸，我不要。这个爸爸太正常了，我也不要。这个爸爸更正常了，我还是不要。这个爸爸太奇怪了，眼睛又好小，我绝对不要他。他们四个都不是我的爸爸。既然你很诚实，我就把他们全部都送给你。理解离曲线右。好累啊，怎么会这么难呢、啊？那我是像是这个，他真的会读课，然后真的、啊，我做小姨娘很会做。对啊，像刚才就多吃了，可以不吃。嘿，伟伦，又到我祷告时间了。你有想为什么事情祷告吗？那我来为小姨祷告吧。好。哦，主耶稣。主耶稣，与你的行动配合。哦，今天好累哦，终于可以睡觉了。儿子晚安，爸爸妈妈盖被子。